預防勝於治療，面對疾病如是，應對危難亦都係一樣。我哋未必可以預測災害，但係我哋可以及早準備，加強危機意識。當危難發生嘅時候，就可以好好咁樣應對。除了震災緊急救援之外，我哋另一個重要嘅工作就是利用多元化的方式去推廣避災知識。只要人人都學識點樣去避災，同時保持警覺，咁一旦災難發生嘅時候，就可以迅速咁應對，亦都有能力去保護身邊嘅你、我、他，守護生命。持续两年几的疫情可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但并无阻碍香港红十字会和我们整班义工一起想下计仔，继续服务有需要的人士，例如用电话或者视像形式和住院的院友交流，送上关怀。我们也会花些心思制作手工小礼物，为有需要的人士送上祝福和心意。透过不同的社区和健康服务，希望大家在疫情之中继续感受到温暖，陪伴社區裏面的你、我、他渡過逆境。身为地球村的一份子，我们不单只要关顾本地的社群，海外的人道议题也都不容忽视。虽然天灾或者冲突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未必可以站在最前线，直接地向受事件影响的人提供帮助，但只要我们保持同理心和国际视野，积极地去关注各种人道议题，通过红十字会的国际网络，无论是你、我定是他，都一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，去帮助世界上有需要的人。有教无类，尽显潜能。无论在特殊学校或者主流学校读书的小朋友，都是独一无二，各有所长，值得悉心教育和栽培。我们贯彻有教无类的原则，每位教职员都尽心照顾同学仔的特殊学习需要。你我他一起协助同学发展潜能，令他们可以突破自我，融入社会，活出精彩人生。